简廷玉因为饰演校园爱情电影爆红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目前育有一对儿女的她，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育儿日常。当个11日被问到最近养小孩遇到的困难时，她则坦言，小儿子出生后，2岁的大女儿在行为能力上开始出现某些退化的部分，变得超敏感、超黏人。原本她以为这个情况已经有慢慢改善，结果最近好像又开始变严重了。而且生下小儿子的这半年来，大女儿几乎由公婆在帮忙照顾，因为阿公阿嬷都走宠到底的路线，加上大女儿很知道怎么如人，让大女儿变得有点任性，也习惯用爆哭来反抗。当她想好好沟通却没办法，并透露自己最近的耐心都给了这两个小孩，借此和老公道歉。